龙大哈，现在都会怕哦。以前什么那个胆子那么大，都敢做这些。大卫会不会游泳？我不知道。他的身边这些人会不会游泳？我不知道。但是听说追兵来了，赶紧的就渡过了约旦。约旦河如果不是在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应该怎么讲？不是在那个雨季的时候，那个在雨季的时候，约旦河两岸大概有100多公尺。如果是枯水期的话，大概两岸20几公尺的，20几公尺就等于我们宗教东路半路。宗教东路不是过到对面哦，是宗教东路一半而已哦，20几公尺。宗教东路是不是40-50公尺的宽度？一个车道5公尺，这样算一下，我们大概就知道。一个车道5公尺，中交公路，所以基本上可能过一半而已。枯水期是这样，但是晚上呢，你下去的那个都是急流。为什么？因为北边的地势高，南边的地势低，一直从北一直往下，敌人追来了。这些人呢，在晚上的时候有一些不可确定的那种不安感，涉水过去下去了。可是他说我不怕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眼光从在意这些危险，在意这些负面性的事情，在意这些让他不安恐惧的事，转而仰望上帝，交托上帝。结果他经历了上帝的恩典。耶和华，求你起来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，敲碎了恶人的牙齿，救恩属乎耶和华，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。上帝曾经拯救过我们，施恩帮助我们，他从前你，现在你，你的眼光是在意这些事，还是眼光转向啊？求告他，从今日他在施恩帮助你，他不会忘记你，他会成为你的帮助，成为你的拯救。大卫极大的信心，促使着上帝彰显他的作为大能，来为他征战。一个依靠上帝的人的结果是什么？仇敌是由胜转什么？转败。你知道大卫在这些做一些安排的时候，这当中都有什么？冥冥之中都有上帝的恩典在，上帝的施恩帮助。你详细去看，后来大卫怎么转败为胜？那就是上帝默默在大卫的背后所施的恩典。让他从战败，从被羞辱，从被这个周遭的这些人嘲笑，包括世人对他的诅咒，他眼光转上帝，转向上帝的时候，得到拯救，享受上帝的施恩赐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处在这末世的日子当中，我们面对的处境怎么讲？会越来越险恶。你不要以为世界会有和平一天。如果你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世界是越来越险恶，而且是什么？像一件衣服越来越破旧，到最后上帝把这个旧衣脱去了，烧掉。但愿我们从这些地上的事情，地上的这一切，我们眼光转向上帝，让我们在面对着我们的一个处境的不安，或者我们一些遭遇让我们心痛的，让这些我们都转向上帝。我们是一个属上帝的人，我们的盼望在上帝，上帝也给我们信心。
但愿我们眼光改变，让专一的来注视着我们上帝，对他来起心动念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上帝啊，求你赐我们智慧、勇气，让我们能够迎接任何的状况，甚至攻击，更是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靠着你，我们不单单面对这些攻击，而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能够胜过。无论是敌对者如何的跋扈，或者我们遭遇的处境如何的凶险，我们都深信你是施恩给我们胜过这一切的主。你是我们的高台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你是我们的保佑，你是我们的帮助，让我们借着求告把我们的遭遇状况一切都交托你。愿你赐给我们满满的恩典来胜过一切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